刚才给大家看嘴上那个泡沫白白的，是不是一点色儿也没有？说明什么？我刷牙的时候没有扎到我的牙龈，它一点血也没有出。这个牙刷太好用了，我这是多次给大家分享了，但是我现在又新增了好多好多的新粉丝，他们并没有用过这个啊。我给大家说它好在哪里。这个牙刷哈，它是护理型的牙刷。我们看哈，它这个就这个刷头啊，这个刷头约有10000根的刷丝，刷丝不软不硬的啊，刷到嘴里边又不扎我们的牙龈，又能把我们的牙齿清洁的特别的干净，一点血都不出。这么好用的牙刷，在超市里边，这5支是25块钱。再看看我们这个15支是多少钱？我们15支是19.9块。如果还没有用过咱们这个牙刷的啊，新粉丝们，赶紧下一单。真是的，你用完了以后，我相信啊，我们这个牙刷啊，会成为您和我的一个信任的桥梁。不信您试试。我把牙刷的购买链接哈，就放在视频的下方，我也放在橱窗里啊，方便大家购买。好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，谢谢大家观看，再见。